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12年国庆大会，大会开始，全体肃立。主席，请就位。奏乐。唱国歌，旗祭国父遗像，行三鞠躬礼。请主席、观礼台、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。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，屏障人员行鞠腔礼，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。请脱帽。鞠躬，起立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立兵。请复帽，主席请复位。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。